日前网红凤梨吴弘毅合作 JoMan 频道参加八九对决，但预告片释出后引来部分网友因为他的前科不满，最终他公开道歉表示 JoMan 本集的对决因为本人顾虑到现在社会风气不佳，许多有心人士在发布预告时就开始在带风向引导，所以本人经过评估后决定将片段删除。当初的本意其实是以趣味性为主来拍摄，但是上片前看到一些有心人士故意引导，本人生怕拍摄初衷受其左右，导致影片违背拍摄本意，故决定把片段删除，对各位万分抱歉。两天后，凤梨心情似乎还是深陷低潮，五日他在社群平台以黑底白字的方式发文，坦白讲，我累了，我已经不想解释什么，随便了。虽然他未明说是哪一件事情，但外界都联想是心情受到八九对决事件影响，大批粉丝留言做好自己就好，时间证明一切的，不用解释，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，就连炎亚纶都回应加油，谢和弦则是选择按赞表达支持。